都看好了，接下来就是你们做不到系列，九块猪排合成了猪肉方块，哈、啊，怎么样？大家都没见过吧？苦力怕方块，苦力怕方块能用来干什么呢？当然是来制作传送门啦。制作的方法与地狱传送门一样，打火。呜，开启成功了。里面会有什么呢？我来了，再见。